事发时，船坞停在印尼北苏拉威西海岸，因暴风雨被吹离海岸。由于没有任何动力来源，少年只得在船坞上随海浪漂流，而船上的食物只支撑了一周。之后少年靠躲鱼充饥，获救时少年身体虚弱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据称，获救时这名少年已经漂流了近2000公里。